福宝嘎嘣炫饭的最新视频来了，本周的福猪猪元气满满，大口吃播，主打一个自在干饭。看福宝这个糖汁吃的贼香，真是太可爱了。而且福宝是个爱惜粮食的乖宝宝，手里的窝头掉了一点点，立马左看看右看看，认真寻找。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发扬得很好，福宝最近吃大竹子吃得很多，看来福宝已经对家乡的竹子作为主食完全适应了，在室内待够了。福宝也能去室外运动场锻炼身体。 坐在草丛里吃播的福宝也相当可爱。截至今天，福宝回国已经隔离了21天了，还有9天就要出关了。如果适应得好，福宝赶上五一小长假展出也不是没可能。但目前福宝隔离结束后会落户哪里，官方还没有明确公布。但前有都江堰出现了福宝的广告牌，后有成都发布在回复网友时表示福宝会落户都江堰基地，但随即这条回复被删除，成都发布又发文福宝落户何处尚且未定。 这一切让福宝的落户的变得扑朔难料。福宝是将再神树屏和小琪琪生意一一归国 F4 组团出道，还是要舟车再度转移？或许只有等到中心正式公布，我们才能知晓。